potato 嘛，马铃薯耶，什么东西啊？来玩看看好了。哦，怎么这么好玩？哇 ，Oh my god！ 不要玩食物啦！啊，拍谁拍谁？那我试玩这游戏感觉就是这么夸张，而且游戏里面真的有超多整人的梗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 Potato Man 马铃薯人来喽！看看这样芭比的像素风格游戏，想必现在能够满足玩家胃口的就是游戏本质啦。这款名为 Potato Man Seeks the Truth 就是一款非常奇妙的游戏。玩家必须操作马铃薯人来穿越沙漠与丛林的地区。一开始玩家可能以为闪过敌人到达目的地就能过关，没想到这些场景根本不按牌理出牌啊！沙漠中仙人掌会搞怪的弹跳，森林中的小鸟说好要乖乖丢鸡蛋。 没想到根本是用到的，最后来到了马铃薯城，玩家是哪位都认不出来了啦。游戏大部分都是各种整人的反应游戏，玩起来特别趣味。游戏目前已经在 PC 上推出，并预计将于 2015年1月登场于 iOS 平台。想要玩这种恶搞游戏，玩家们可要密切注意喽。